天南地北谈华语。天哪，刚才吃的太饱，吃撑了，怪难受的。谁让你添饭了？吃一碗刚刚好，你偏偏要吃第二碗。如果不是我阻止你，你极有可能来第三碗。那家餐馆的马来风光炒的实在好。马来风光不都一样吗？有的不是太咸，就是太辣，再不然就太油了。 这家的刚刚好，这么喜欢可以自己做。嗯，周末去买菜就买一大把空心菜。你知道空心菜又叫什么吗？翁菜喽？翁不对吗？是翁菜。哼，<laughs> 我从小到大都说翁菜是翁菜，翁上面是草字头，下面是雍容的雍。我还以为是富翁的翁，上面加个草字头。 草字头加富翁的翁读第三声，翁。好吧，原来是草字头加雍容的雍读第四声，瓮菜。我看呐、啊，你还是隔一周再买瓮菜吧。为什么？瓮菜性寒，据说体质虚弱、脾胃虚寒、腹泻的人不宜多食。 我强壮得很，不虚也不寒。血压过低、手脚容易无故麻痹或抽筋的人也不宜多吃。对我不是问题，好吧。还要买巴拉赞，光是想都馋得我猛咽口水。别又一下吃几碗米饭，当心把自己的身材吃得像个瓮。瓮哦，用来盛东西的大腹陶器。 口小但腹大的陶制容器，好像在影射我口小腹大。你想多了，我不过是提醒你。对了，你知道“瓮”怎么写吗？不就上面公婆的“公”，下面砖瓦的“瓦”吗？这字以前有别的写法，上面都是雍容的“雍”，下面则一个是“瓦”。 另一个是否，也就是罐子的罐左边的偏旁，竟然都含雍容的雍。听过瓮中之鳖吗？当然，瓮中之鳖是瓮里的甲鱼，比喻陷入困境已经逃脱不了的人或动物。那瓮中捉鳖，瓮中捉鳖，从瓮里抓甲鱼，比喻要捕捉的对象已经在掌握之中，极容易捉到。 瓮声瓮气呢，形容说话声音像从瓮里发出的那样粗重低沉。瓮曾经的写法含“庸”，但现在规范简体字，上面是“公，下面是“瓦”。天南地北谈华语。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，李林和谢佳丽播讲。节目重温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 dot 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 YouTube 频道，搜索“天南地北谈华语”。你也可以通过 RTM Play 应用程序，点击右下方 Podcast 按键，重听“天南地北谈华语”。